第59届澳门格兰披治大赛车首日练习排位就发生严重意外，喺隔田嘅排位赛，葡萄牙车手卡尼拉意外之后送院抢救不治，终年36岁。呢一场排位赛只系展开咗约10分钟左右，驾驶33号车嘅葡萄牙车手卡尼拉喺水塘北角发生意外，战车随即发生大火，工作人员迅速展开救援，而倒地嘅卡尼拉一直未有知觉，需要立即送往山顶医院进行抢救。喺抵达医院嘅时候，需要用氧气筒协助呼吸嘅卡尼拉一直陷入昏迷嘅状态，经抢救后不治，终年36岁。三届葡萄牙冠军嘅卡尼拉今次系第7次来澳角逐，喺澳门大赛车嘅最佳成绩系2008年取得格兰披治电单车赛嘅第4名。澳门大赛车对上一次有车手喺东望洋跑道不幸丧生，系7年前，当时法国车手邦浩尔喺格电嘅练习赛撞难身亡。今次不幸事故系历嚟第14宗死亡事件。而排位赛方面，因意外出事红旗暂停，虽然大会喺清理赛道之后重新比赛，但只系维持咗约40秒，排位赛又随即终止。七届冠军兼卫冕嘅鲁达凭住初段做出最快圈速，暂时领先。澳门电视台记者郭兆天报道。